什么要报做出来？因为我们不是厂商，所以我们会以我们的课教，我们要教我们的人哈，怎么样方便好用。因为我们是教育单位，对，我觉得我会比较注重说，我们今天传递出去的讯息，这样给孩子的讯息对了。可是因为你不会去教孩子说这是哪个品牌的嘛，你们会教吗？你的行为会影响你吗？行为没有啊，我会觉得是这样、啊。就是这有另外一个方式，就是说，比如说，第一个你可以用试用版，好，或者是学校，或者是其他学校，你可以借用他们软体，就是这些或者他们的教材。但是在展示的时候啊，其实 SmartBoard 有一个那个 viewer， 就是跟那个，比如说，Office 有一个那个。就是他不是挂 Office， 他只能看看 Office 那个软件。大家有用过吗？意思就是说，比如说我今天有 SmartBoard 这些东西嘛，对不对？可是我没有软体，因为我没有，我学校没有买，没有授权。可是我可以去下载一个，就是他展，就是可以秀出那个 SmartBoard 的那个这个的那个软体。好，但是他就是不能编辑，因为我没有买那个软体。对，所以这样就没有智慧生产。其实厂商还是非常希望大家去使用这个东西，所以他会提出很多方案，或者是直接跟